专载自百家号作者罗克斯斯外网站报道，意大利足球名宿现任博洛尼亚主帅因扎吉正在老东家，有了 C 罗之后，尤文图斯就是目前全欧洲最好的球队。北京时间27日凌晨3点，博洛尼亚在客场挑战联赛5连胜的尤文图斯，而博洛尼亚目前只是排名意甲第18位，早早就要面对保级的压力。尤文图斯在意甲联赛中是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哪怕是在欧洲，他们也差点赢得冠军联赛。在面对如此强大对手赛前，因扎吉不吝赞美之词，送给了昔日自己效力过的老东家。在因扎吉看来，拥有了 C 罗的老妇人，目前就是全欧洲最好的球队。对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C 罗来说，尤文图斯是欧洲最好的球队，或者至少应该是最好的球队之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扎吉如是说，在上一场意甲比赛中，博洛尼亚暴冷在主场2-0击败了罗马，取得了新赛季以来的第一场联赛胜利。因扎吉希望自己的球队能够继续在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保持住上一场如此完美的状态。我们希望在对阵罗马的比赛中让每个人都感到惊喜，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一次，期待这一场现在我们还可以重复。虽然在赛前给自己的球队鼓舞打气，但是因扎吉也知道博洛尼亚和尤文图斯的巨大实力差距。他在说完上面那段话之后立马补充道，但我们知道这个很难，在如今意甲联赛中尤文图斯是不可战胜的对手，老妇人已经拿到了意甲联赛7连冠，在过去4次欧冠比赛中也2次杀入决赛。新赛季意甲尤文图斯5战5胜，打入11球仅丢4球， C 罗也打开了自己的意甲金球账户，目前他已为尤文图斯打入了3球，因扎吉本人则代表尤文图斯一共出场165次，他一共为球队打入了89粒进球。